到会的各位校长，我相信可能也会有一些部分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啊。大家好，我在西部啊，我在加州。我相信在东部的呢，很多老师已经是晚上了，现在应该8点钟了吧？大家都很辛苦。那么今天这个会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很多学校呢，可能都知道，全美中学校协会呢，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做了一个行业调查，为什么叫行业调查呢？我们在做的呢都是搞华文教育，搞了很多年，都在这里忙乎着。那么天天在埋头在苦干，这个整个行业到底什么状态呢？也许不一定清楚。那么作为这个协会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些人搞清楚，至少能够搞得尽可能的清楚一些，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个行业调查。今天这个报告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啊。这个调查的发起就是协会呢专门有人负责，就是李兴理事啊，他是专门负责。但实际上呢，是整个理事会经过好几轮的讨论，花了好几个月的准备，才发起这个调查报告的问卷。从去年年底发起以后呢，我们又花了3、4个月的时间来征求啊，征得100多所学校的回复。那大家也许还记得，每个问卷呢，它有七八十个题目，七八十个问题，相当于说100多个学校的几百位的教育工作者，在看待这个七八十个问题，从不同角度来看，不同人来看，总共汇集了有7、8千个回答。用这些数据，我们挨个挨个的把它总结出来。统计出来，用数字说话，用原始数据来说话，总结出这个报告。其实呢，是李兴理事主导这个报告呢，是花了很多时间，可以说3亿起稿、4亿起稿、10亿起稿都有。到后来他自己都不记得他多少遍了哈。那么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忙着埋头拉车。现在呢，我们呢稍微静一静，把头抬起来，看一看别的人怎么做的，看看别的学校怎么做的。你看到的情况和别的人，还有其他100多个校长看到的情况是怎么看待的？大家合在一起来看一看，既要埋头拉车，我们也要抬头看路，看一看别人怎么做。这样子呢，也许有参考，以后自己做的可能做得更好。其实这个项目呢，可以说是全美中公学校协会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这么深入的、这么全面的来做这个调查。所以，我下面我想请会长来简单说一说这个从会长协会角度，从会长角度来谈谈这个项目啊，想跟大家说几句话，好不好？下面你小鹏会长，你来说几句啊。好，谢谢梁根会长今天给我们主持这样一个华文教育调查的这个发布会。那梁根会长其实对这个项目已经做了一个非常这个精要的这个介绍，我想这个项目确实很有意义。那么我应该先说大家晚上好了啊，因为今天也许要早上哈，因为我们国内可能也许也有一些这个学术界的哦，或对，者我院忘了校这的个这事儿了，个，肯定有很多人参这加。个对这个老师参加我知道，所以说应该是晚上好或者早上好。那么我是就是现在协会会长李小鹏。那么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今天这一次呢，这个我们由协会发起的这样华文教育调查的发布会。那在协会这个历史上，其实有两个最重要的，我们说转折点也好，拐点也好。第一次当然是协会的创立，对不对？从无到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事情，我想就是在最近，尤其是这个疫情以来，我们从网实体转向网课，现在去年又从这个就是网课转回实体。那在这样一个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上，这个拐点上有很多这个生源下降也好，学校运作困难呀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华文教育啊，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有这样一个特点或者一个多重转型的这样的时期。这个转型呢，不仅是受疫情的影响，
而且是多方面的，包括现在整个时局的这个国际时局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影响，科技变革，还有整个文化差异和现在最新很多教育的创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就是华文教其实表现出一些多样性、复杂性。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呢，我们其实就意识到了，如果这个时代我们做一个当下的华文教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了解我们中文学校的一些状况，了解这个一些数据，那对我们将来开展工作可能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呢，这样一个华文教育调查就成为了本届理事会一个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刚才梁根也介绍了，那么这个项目呢，由我们协会创意策划部那个李兴部长，包括和各地区的联络中心共同这样组织实施，开展了这个调查。那今天呢，今天晚上我就是很高兴的这个宣布，现在这份报告呢已经完成了，可以让大家确实可以了解当下美国中文学校的一些数据、一些状况，包括一些校长的思考，或者一些各个学校在采取的一些行动。那美国的华文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为海外华文教育的风向标和桥头堡，因为它这些关系复杂，是吧？跟中国又离得远，所以这份报告呢，我想是可以为我们这个提供一个北美华文教育这样一个最新的华教的图景，提供一些决策的依据。那这个不光是对我们这个华文学的实践者，对我们学术界也都有特殊的价值，对推动我们后疫情时代的这个华文教育发展呢，我想也是有特殊的意义。所以这个呢，我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开展搞这个发布会，那我想确实意义重大。那最后呢，我想感谢一下这个参与就组织本次调查所有的这个组织人员，那使得这个报告呢就是最终就是成稿成型。那当然也要感谢参与调查的会员学校和非会员学校，以及参与那些深度访谈的那些那各个学校的校长，对这个调查这个做出的一些贡献。当然更要感谢这个今天的听众包括读者，因为我们这个报告做出来了，但只有大家去看去听去用，那这个报告呢才最终呢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好，那我就再次感谢大家，谢谢。那祝这次调查发布调查会圆满成功，好不好？好，谢谢会长这个精彩的总结啊，简短而全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请那个主持者啊，这个整个项目的总协调吧，总主持李兴女士呢来做这个介绍，这个具体内容。那我们预定的时间呢是一个小时，那现在呢已经有十来分钟过去了，所以我想呢，我们为了抓紧那个能够顺利的接下去说，我们不要打断，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先把它先记下来。我们希望最后呢能够留出一点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再继续讨论，或者什么其他问题想问的，那个时候再来问，这样我们在中途呢我们就不中断了，好吧？那么现在李兴部长，你觉得现在 ready 了没有？我相信你应该 ready 了哈。下面要么就你开始做，把这个内容介绍给参加会议的校长们、老师们，好吧？好的，好。我分享一下屏幕。好的，谢谢郑会长，谢谢您。各位华教同仁，大家晚上好。哦，可能还有人在中国哈，大家好，我是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副秘书长兼创意策划部的部长李欣，非常非常荣幸呢，我今天能够代表2022美国华文教育行业报告编写委员会以及协会向大家正式发布我们此次报告的主要的内容。那此次报告呢是由创意策划部发起，受到协会的理事会还有各个联络中心，包括协会的会员学校以及很多非会员学校的大力支持。那这个我们这次的这个调查，因为是我们协会近30年的算第一次全行业调查吧，所以因为之前没有什么参考的数据，我们整个的报告编写委员会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了。这个从问卷的设计到执行，肯定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全面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看过报告以后有任何的反馈或者建议，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今后的我们的行业调查中吸纳和采用。好的，
那刚才这个郑会长已经大概讲了一下我们行业调查的背景，我在这儿也在做一个梳理。那所以我们的整个调查工作从正式从2022年9月开始，历时了8个月。我们的问卷呢，这个在专家的这个建议之下，设计了72个问卷的问题，涵盖了从学校管理啊、教学管理，还有中文水平测试、课外活动等等各个方面。向协会数据库的500多所学校发出了这个问卷的邀请，还有一些非会员学校。那最后我们是总共收到了110份的有效的问卷。另外除了这个问卷以外，我们还挑选了5所比较有代表性的中文学校，对他们进行了深度的访谈，所以我们处理的信息呢是超过了8000多条。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抽样的学校呢，就是有效的问卷的学校，其实是遍布于全美的各地，所以相对来说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那今天呢，因为我们的发布会是一个报告的精华内容的发布吧，所以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那大家在今天听过我们发布会以后，如果对我们的报告感兴趣呢，是非常欢迎大家仔细去阅读我们的报告，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数据，也有更多我们对数据的一些简单的解读。那今天的发布会呢，我主要会从受访学校的概况、学校管理、教学管理、招生管理、课外活动、学生义工以及困难和挑战、趋势前瞻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下汇报。那首先呢，我们进入这个受访学校的概况这一部分。那从受访学校的概况的这个地域分布来看，我们发现呢，我们的受访学校的分布和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分布的这个聚居区是呈现很强的相关的关系的。同时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这个Google 地图上的一些进行的我们的学校分布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反馈情况啊。那这个说明我们的这些中文学校呢，其实是和我们的这个社区结合的是很紧密的。这个社区的属性其实不光是在地域的分布上，我们在后面的很多的调查问卷的回答以及深度访谈里面，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反映出来我们的中文学校的社区属性。那在这儿呢，特别有一些数据，我有意思的数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4个90%哈。那我们发现呢，90%的受访学校，学校的名称中含有中文、华文的字样。那还有第二个90%呢，是有90%的受访学校，学生的人数呢在500人以下。另外第三个90%呢，是90%的受访学校是非盈利组织。第四个90%呢，是90%的受访学校招收非华裔的学生。同时呢，我们还看到63%的受访学校有15到35年的历史，55%的受访学校在2018年前呢，学生人数达到历史的最高点。那了解了这些受访学校的概况以后呢，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这个调查报告的正式的部分。我会给大家再拎一拎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数据哈。那第一个部分呢是学校管理的部分。那这部分呢，我们调查了学校的管理模式、管理人员和学校的教师等等这些情况。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受访学校的管理架构。有意思的点是40%的受访学校其实采用的是多种的管理架构并行的模式。那其中呢，有76%的受访学校采用的是董事会和理事会的这个架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我们在这个数据和报告中有体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具体查看我们的报告。然后呢，从学校的管理人数来看，70%的受访学校的管理总人数在10人以内。从管理人员的年均补贴来看呢，76%的受访学校的管理人员的年均补贴是低于$5000的。同时其实我们在调查中以及深度访谈中也看到，很多学校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属于这个义工，在做志愿的，为我们的中文学校在做志愿的服务。从学校的课程模式的设置上来看呢，有66%的受访学校属于周末的中文学校。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们各个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选项里还有这非周末班、课后班、全日制等等，所以这个根据学校的这个运营的模式不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主流的66%的学校是周末的中文学校。另外65%的受访学校的教师人数在
50人以内。那我们这里的教师人数的统计呢，不光是我们中文课的授课教师，还有很多是我们的非中文课的文化课的授课教师的人数数量。那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个相当数量的学校的这个教师人数在50人以内。还有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学费哈，学费的设置，我们看到的是 54% 的受访学校中文班的学费每年每人是300到600美元。按300到600美元，其实在美国的这种我们要考虑到这是每年哦，所以即便是周末课后班的话，其实在美国的这个课后班的这个或者说周末班的这个消费水平来说也是不算是高的。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中文课的授课教师的薪资的情况。那我们看到的是74%的受访学校中文课的老师的平均的时薪是低于39美元的。而且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时薪可能还包括了我们老师做备课还有在路上交通的时间，所以这个整体的工资水平也和这个我们的学费的水平相应对，也在同行业的这个时薪来说可能也不算是特别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发现的是54%的受访学校的年级设置是用的是 K 学前班到12年级这么年级设置，跟美国学校的这个中小学的年级设置相符。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也有接近50%的这个学校采用其他的这个年级设置。当然我们要需要考虑美国的学生进入初中和高中以后，他们的学业压力会有所增加，所以课程的设置可能年级的设置可能也考虑到这个学生生源的数量的一些影响。好，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个学校管理的这个部分。我们后面还涉及到关于校舍和租赁的一些调查。那有83%的这个受访学校表示需要租赁校舍和教室。这一点呢，在稍后我们在这个其他的困难和挑战和一些趋势前瞻中也会体现到。但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的中文学校其实是对这个租赁教室和校舍有很大的需求。当然我们不同的学校可能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有的学校没可能就是说自己完全没有教室哈，也有一些学校有一部分教室但同时教室不够用，还有其他的租赁需求等等。所以如果一些具体的数据呢，欢迎大家回头再来查看我们的这个报告，你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和信息。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进入这个教学管理部分。这部分呢，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我们主要来看的是授课的模式、课程的设置、教材、教师培训以及中文水平测试的一些情况。那好，首先呢，我们调查了学校2022年秋季的这个教学模式，可以看到有51%的学校已经完全回归了实体，有54%的这个受访学校采用的是实体和网课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教学模式，那还有4%的受访学校是完全采用了网课授课的模式。大家一定要想到，因为我们2022年它属于一个后疫情时代的一个转型的过程吧，所以很多学校是不是会永远的保留网课，或者一直只是采用网课，他们什么时候回归实体，这些都是我们协会会持续关注的，如果有了进一步的一手信息也会分享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调查了2022年秋季中文课的这个中文班级的开设的数量，我们发现88%的受访学校中文班级的开设在30个班级以内。当然这个其实也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受访学校的学生数量的规模相呼应，不过每个学校还是有不同的情况的。我们这儿也看到有这个开设61到100个中文班，以及甚至有开设100个以上中文班的大型规模的中文学校。同时呢，我们发现54%的受访学校开设非继承语的中文教学课程。另外呢，在从这个文化课的开设数量，我再说一下文化课，我们这里指的是非中文班的其他的所有的课程，我们统称为文化课。那么这里文化课的开设的数量，我们发现74%的受访学校是有开设这个文化课的。那具体呢是1到10门的学校是最多的。接下来呢，我们发现52%的受访学校同时开设成人和家长的课程。那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很多学校开设文化课，包括现在又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学校开设成人和家长课程，说明我们的中文学校也在对
我们的存量，学生和家长如何能开发更多的资源，同时能够给我们的学生和家长提供更多的这个有益的课程，去满足他们的需求，都是想了很多的办法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教材的使用上，50%的受访学校其实是同时使用多种教材。那这里呢，当然暨南大学中文教材是我们众多的受访学校的首选。那我们的报告里面会有很具体的每一种教材在我们的受访学校中的使用的比例，我们会具体的探讨到像玛丽萍啊、双双、标准中文等这些教材学校的选用的一个比例的情况。那么在我们的教师培训的途径上呢，我们是调查数据显示87%的受访学校会组织校内自主的教师培训，另外还有79%的学校呢会参加协会的教师培训。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教学质量是我们中文学校的命脉吧，所以对于教师的培训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协会的教师培训呢，其实是对我们很多学校的这个教师培训做了一个有益的补充。那么从这个学生参加中文水平测试的这个比例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发现呢，43%的受访学校的学生参加过中文水平的测试。这个具体的中文水平测试呢，我们同时又把受访学校具体的学生参加过哪些中文测试，我们也询问了一下比例。更多的数据还是那句话，在报告里有，但我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下重点几个数据的解读。首先我们发现呢，60%的受访学校的学生参加过 AP 考试，其次是24%的受访学校的学生参加过 YCH 和 SHK 的考试，10%的受访学校的学生参加过华文水平测试。那目前呢，看来是 AP 中文考试是我们大部分受访学校只要有参加过的学生他们的首选。招生管理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生源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学生的管理，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学校的运营。所以在招生管理上呢，我们着重对学校如何招生的途径、宣传的方式、社交媒体的采用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哈。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92%的这个学校认为家长的口碑是最重要的招生和宣传方式。那其实这一点呢也很好的呼应了之前我们这个调查的受访学校的性质，就是根植于社区，跟这个社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微信啊、邮件广告啊等等在我们的招生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家长口碑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超过90%的受访学校认为最重要的这个宣传的方式。那其次呢，这个超过82%的这个受访学校认为微信是大家目前最重要的社交媒体的宣传方式，当然也有学校采用 Facebook 啊、Twitter 这些。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深度访谈的报告中也看到大家提到今后我们的学生人群的这个媒体接触习惯等等有可能会有一些转变，那是不是这个微信一直会是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呢？或者我们会不会考虑到更多的新媒体的宣传方式呢？这个我们协会也会保持继续的关注。同时呢，在2022年秋季学生总数和2019年学生总数的这个比较上面，我们也做了统计啊。我们发现58%的受访学校2022年秋季学生的总数是低于2019年秋季学生的总数的。其实做这个问题的设计，这个问题的初衷是因为编委会的这个同仁们，大家想了解一下我们在2022年和2019年疫情相比，疫情前相比是否回归到了疫情前的水平。那我们这里看到呢，这个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学校，超过半数的受访学校还在这个缓慢的恢复中哈。所以对于这个数据呢，我协会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今后有了什么更新也会给大家有持续的这个更新。好，那另外呢，81%的受访学校都表示感觉受到了网络华文授课机构的影响。那就在这里呢，我也说一下这个网络华文授课机构，我们的定义是一些资本运作的，在美国没有实体课堂的网络的这个华文的教授机构。但是其实从这个深度访谈中，一些校长也提到了这个网络华文授课机构，
他们的存在，包括他们应用的一些形式内容，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可能也能对我们这些传统的中文学校的管理者能够带来一些这个思考和启发。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课外活动和学生义工的这一部分。那在这部分里呢，我们其实主要了解了我们中文学校常见的给学生开展的一些课外活动，以及一些学生义工的管理的这个情况哈。那首先呢，我们了解到有82%的受访学校呢举办过教学辅助的活动，最常见的活动比如演讲比赛呀、作文比赛呀，那当然还有这个类似识字比赛、阅读比赛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为我们中文学校学生丰富他们这个课外生活，能够让帮助他们学以致用的非常好的教学服务活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学校曾经举办的社区活动中呢，85%的受访学校表示过举办过春晚。其实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呢，也是不少学校反映春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区活动之一了。那除了春晚以外呢，还有像中秋晚会啊、运动会啊、这个文化节等等，都是学校这个举办过的社区活动，同时也是能够让社区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文学校和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活动。那在外部机构的活动上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受访学校都很积极的去引进和参与我们这些外部机构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这个很多这个协会的活动，寻根夏令营，还有这个海外华裔青少年朗诵比赛，也是我们最近大家都在报名参加很关注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网络夏令营啊，还有这个作文比赛啊等等啊，包括很多学校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他们参加过的外部机构活动，这些活动呢也都是很多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有益的补充。我们也非常的欣慰看到协会也是在这里发挥了很多的作用，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在美国的中文学校能够提供很多的资源上的支持。在参加外部学生活动外部机构学生的比例上呢，有78%的受访学校表示呢，其实参与外部机构活动的学生比例是低于10%的。那这个数字呢，其实从一方面可能我们这些外部机构的活动对于参加人数有一定的限制，但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各个中文学校对于激励学生们参加这些各种活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参加到这些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来。在义工管理上呢，我们是非常欣喜的看到哈，接近100%的我们的受访学校都非常支持学生的义工，也就是说这些学校都有学生的义工，这个其实对于年轻人是非常好的，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从小就建立这种社区的归属感，能够回馈社区，从社区中来到社区中去，这也是我们中文学校很好的作用和一直在做的工作。那同时呢，有44%的受访学校呢在考虑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这样呢也能够帮助更多的这个孩子们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志趣和热情。以上呢是我们统计的一些这个客观的数据以及一些学校的回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困难和挑战的部分。一方面我们是从这个开放的问题中梳理了一些学校的回答，另一方面我们也综合了深度访谈的一些学校中提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的问题，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那现阶段呢，很多学校都表示面临很多这个财务的压力哈，比如说有45所学校表示自己的资金压力很大，还有学校表示有亏损运营的问题，房租的问题，就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很多的学校需要租赁房租，所以房租的问题也是很多学校提到的，包括这个还有这个房租问题里还提到了这个租赁的不稳定性，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另外甚至还有学校有一定的债务问题，所以财务问题是我们了解到的目前受访学校中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那其次呢，生源的问题也是很多学校提到的目前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包括我们在了解有一些学校的这个关闭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了解到一个同地区的学校的关闭的问题，那生源也是首当其冲的导致关闭的这个最大的问题。那第三个呢是教师的问题，很多学校提到自己的这个优秀的中文教师短缺，但我们其实看到的更多的是
不仅是现阶段的中文教师的短缺，而是如何从如何发现这个中文教师的教学人才，到如何培训他们，到如何留住他们，其实都是学校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以及刚才其实从这个教师培训的数据，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如何能够让这些老师们能够与时俱进的掌握这个课程的教授内容，包括课件的更新，以及融合更多的这个内容进入课堂，能够更好的与学生互动，适应新时代我们学生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大家需要关注的哈，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那接下来是我们其实是不是这次调查专门设计的问题，而是体现出来的问题，就是接班人和义工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很多学校提到年轻家长的这个积极性比较难调动，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年轻家长进入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志愿管理团队，或者是说如何去寻找这个合适的接班人，其实也是很多学校目前面临的这个挑战之一。以上谈到的是一些困难和挑战哈，就是我们看到从我们的数据和看到的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一些总结，肯定是不能穷尽所有的这个目前大家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归纳和总结了一些大家目前面临的比较主要的一些问题。那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趋势前瞻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里呢，是我们编写委员会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数据以及这些报告，我们希望能给大家未来的发展提供的一些建议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重视亚裔成长的这个亚裔成长的生态系统。这个其实我们中文学校各位这个学校的领导其实现在肯定是也是有感觉，我们的中文学校已经不仅仅是教授所谓中文作为一门语言的一种培训的学校了，其实我们更越来越多的在向一个社区的中心来转变，因为我们连接的是很多的华裔的亚裔的家庭和学生。而且在我们访谈中很多学校的这个领导也表示，我们未来目前的这个学生的群体可能在未来会变成我们的以华裔二代为主的亚裔的二代啊三代啊，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这个特点和他们的需求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学生又不完全相同。那么如何能够更好的适应他们的需求，如何能够更好的教授他们这个不仅是语言知识，而且并且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这个文化，那这些都即将是我们中文学校需要这个在未来可能能够做得更好的地方。同时呢就是如何能够融入我们的亚裔或者华裔的历史进入我们的课堂呢，能够更好的能够服务我们的亚裔的社区呢，能把我们的学校的综合资源利用起来呢，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个中文学校可能以后在未来能够做得更好，能够更好的服务社区的一些方面。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建议是建议我们的学校进行多样化的经营，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多的学校还是比较依赖于以中文课经营收入为这么单一收入这种经营的方式。但是在未来呢，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这种仅仅依靠中文课收入为单一收入方式的这种财务运营，那就需要我们有多元化的经营。比如其实我们已经在调查报告里看到很多的学校已经在开设除了中文课以外的文化课，比如说像这个 STEM 啊，还有演讲啊等等艺术课啊等等。那是不是这个方法和这个想法能够给我们其他学校借鉴呢？我们其实很多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考虑，包括一些成人课呀等等，甚至我们中文学校是不是能依托于我们目前的这个教学内容为中心能够开拓一些其他的项目呀。其实这些大家以后我觉得这都是未来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些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专业的培训。那专业的培训主要是指对于教师的培训。教学质量在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哈，教学质量是我们各个学校的生命线，是我们中文学校的基础。所以如何能够做好更好的教师培训，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能够找到优秀的老师，留住优秀的老师，培训让这些老师越来越优秀，适应我们学生的这个新时代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那也是我们未来的学校应该去着力做好的一些方面。
好的，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布会的主要的一些这个精华的内容。那我刚才谈到了受访学校的情况、学校的管理、教学管理、招生管理、课外活动，还有义工、学生义工的情况，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基于报告这个整理出来的目前我们美国华文教育行业面临的一些困难挑战，以及我们对一些趋势的前瞻。最后呢，我想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编写委员会的成员，因为报告呢离不开大家所有人的努力，包括理事会啊，还有我们各个联络中心呢，当然还有会长呢，大家所有人的支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开创了协会的历史吧，也是再次的感谢大家。那另外呢，我也要代表协会再次感谢所有的这个支持我们这次报告调查报告的团体和个人，还有这个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支持，还有我们无所接受深度访谈的学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最后感谢这个 Christopher Newport 大学的孙太一教授对我们调查问卷设计的指导，谢谢大家，衷心的感谢。最后呢，如果大家希望下载我们的完整的报告呢，我把这个报告的链接还有二维码都分享在我的这个大屏里，所以我也会以其他的渠道，包括我们的网站上也会分享，欢迎大家下载和阅读，谢谢大家，谢谢。哦，李欣讲的非常精彩啊，他是时间掌握的很好啊，这么多内容啊，他用这个短短大约半个小时时间把它讲下来了。那其实呢，他这里看的只是一小部分，真的是一小部分。所以我想现在呢，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可以把这个截屏啊，把它留下来。我们还会把这个链接的位置呢，放到微信里去，放到 email 里去问。但万一有些读者可能不在 email 里面，不在那个微信里面，收不到，所以至少你可以找啊，可以找到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报告我也是看过无数遍哈。刚才我说那个李欣女士他们那个团队修改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我也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跟你现在看到的是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你看到的都是把数字把它抽取出来，你看到一些。但你读那个原稿那个报告呢，可以说是像一篇文章一样，像很多很多图表的文章，比这个数字呢稍微不那么抽象一点。所以很建议很鼓励大家呢去看那个报告原文。干脆李欣，你现在方便吗？你把那个大概什么个样子给大家稍微秀一下，秀个。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今天这个秀一下，来跟这个不一样的，跟你现在看到是不一样的，谢谢值得看。谢谢郑会长，对，我今天是有备而来哈，我因为这个我已经把报告打出来了，这个先给大家今天参加我们发布会的各位先睹为快哈，就是我们报告是制作精良，因为也是结合了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吧，这个协会的支持，所以刚才我提到的很多的内容在我们的报告里面都有，然后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的数据图表还有一些解读，比我刚才讲的要详细很多，当然就是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各个参与这个我们调查的这个团体和个人，没有各个学校的支持，没有这些数据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出这么多这个结论，没有办法为大家总结出来这么多东西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报告，一本这个精美的这个大书哈，所以希望大家这个下载下来仔细研读，如果有什么反馈和建议，我刚才开头也说了，非常非常欢迎，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后行业调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谢谢大家。好，我再接着说啊，这个报告呢真的是以前从来没做过啊，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情呢是试图去统计有多少种学校啊，多少个学校在哪些地方，那个仅仅是这次报告的一小小部分，这次呢我们深入了更多的范围了，你是怎么运作的啊？跟教材是怎么做处理的，你学生是怎么处理的，课程怎么处理的，教师工资怎么处理的，教师培训怎么处理的，所以我说呢是这次是放开来全方位的，我们来看这么多不同的眼睛来看不同的学校的表现，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做法，也就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比如刚才有一位老师在问有哪些学校的模式可以给大家学习的啊，他怎么运作的可以给我们参考的，
这个问题呢是有点大，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有所参考。比如说有没有成功借助美国大学的呢？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有的。我们知道有些学校呢，他们那个场地就是借了大学的，甚至可以是免费的或者很低价格的，这种情况是有啊。至于经费方面呢，我们倒还没有专门去调查有没有很好的筹款方式，这个我们倒是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希望这个呢也是一个开端，以后呢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再做一次。这个每天做呢也受不了啊，每年做也受不了，这个工作量非常非常大。但是呢，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三年两年来做一次，看看这趋向的变化，这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有一个数字，我想请大家，这里还没有看到，但是整个报告里面是有的。我们的学生到底现在这个学校啊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学生主要来源都是华二代，我们现在在金云学校的主要是华一代。虽然有年纪大一点的，像我们这样年纪大一点的，可能现在已经60多岁了啊，奔70的都有。年轻一点的，现在在管学校的，可能有40岁的、30岁都有。可喜的看到有人接班，但是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现在看到的学校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华一代，只是来美国的年代不同。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是华二代，华三代有没有呢？可能有一小部分。以后有没有华四代，有没有华五代呢？非常不幸，从我的了解到目前为止，华三代以后人数就非常减少，明显减少。华四代、华五代以后基本上就很少来了。所以我们这学生主要是华二代。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大家都知道，从台湾过来的学校呢，他们的高峰期早就已经过去了，华二代已经在减少了。那我们大陆来的呢，华二代呢现在什么状态呢？可能已经在高峰，或者高峰已经在高位维持有所下降的状态。所以我们统计报告里面有一个数字，就你们学校最高人数在哪一个年份。我们分了年代，不是年份来说，而是年段来说，哪一段。从那个报告结果统计出来呢，有大约有一半的学校回答说过了高峰，那么换句话说还有一半学校说没到高峰，那么我们现在总的来说可能还处在高峰上面。像这些情况呢，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调查我们才能了解得到。你不去调查，你不去看别人的，我们每个人都在那边忙忙碌碌，你可以说是在不识庐山真面目。现在我们看了以后，我们才看到更多的方方面面，才能够看到远近高低各不同，别人是怎么做的。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去看看那个原文报告，其中有很多，其中还有5个是专门的访谈，比较详细的一系列问题，他们怎么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这些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参考作用的啊。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问问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想问的啊，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来问，可以在那个 Q&A 里面或者 chat 里面打出来也可以，好吧。我们还有时间不是太多，但是还是可以稍微回答一些问题的。刚才我看到一个问题是说学校的模式可以给大家学习，这个呢我们没有专门调查，但是呢你可以从那个对其他问题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多数人比如说怎么选教材，怎么给教师付工资，怎么做培训，这些模式是可以得到参考作用的。有一位陈荣基老师的问，这份报告有没有参考10多年前郑安忠教授的类似报告？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应该说我们没有参考他的报告。内容上面讲的，他那个报告我看过的，他们的网站我也看过，有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相通的，但是呢，很多内容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没有参考过他的那个报告。再说呢，他那个已经是他那个做的是2010年前后吧，我不记得哪一年了啊，十多年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可以说是另外从头做的啊。但这个题目的设计是经过高人指点的啊，经过专业人士指点的啊。下面有一个问题在问，有关教师培训方面是不是有培训内容或主题的调查？嗯，李欣，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好，好，没问题。这个首先谢谢您哈，这个是我们大家努力，谢谢您，您觉得这个有益有用，我们就很高兴。关于教师培训方面，培训内容或主题的调查，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涉及。您可以看报告，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主要是从学校管理的这个方面，就是教学管理、学校管理，因为主要是问的校长的这些问题，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了解有没有教师培训，这个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我觉得您提的这个建议特别好，其实我也会，我们今天梁辉副会长应该也在，我们会把这些反馈回去，我们也可以再专门做一下教师培训的这个内容或主题。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其实在深度访谈里面也受，就是也跟我们的几位校长聊到关于教师培训，因为教师培训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教学，我也说了好几次，我们教学质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很多学校其实就专门提到，尤其我们比如说我们暨大中文的教材好像马上就要更新了，包括我们其他的教材，如果要是有一些更新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很希望有一些相关的跟这个教材更新与时俱进的一些内容的这些培训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您也比较关心的这个方面，我只是跟您提供一下我们听到的这个反馈哈。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其实也问了关于华裔历史进课堂的这个情况，我们很多学校都很有这个需求和激情，但是怎么进课堂，包括我们的老师，现在其实有很多老师因为你教了华裔历史，可能其他的内容就讲不完，所以有很多的老师都还不知道怎么教的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师也呼吁我们协会是不是能有一些相关的教师的培训，或者有些课件啊，或者有些教学方法的分享啊，就是大家也都是在循序渐进的探讨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这个具体的问题，当然其他的关于教师的培训的具体的一些内容和话题，如果您要是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在这个，您可以在群里联系我，没有问题，然后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给我们反馈，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哎，郑会长。好，那个提这个问题的就是郑安宗教授啊，郑教授对这个教师培训很感兴趣，很高兴，很高兴郑安宗教授也在参加我们这个会、啊，对对对，是不是很荣幸，很荣幸？哎呀，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您这个，因为这个打的这个拼音，我没有反应过来，谢谢您，很荣幸。不过要说到培训的内容呢，我虽然没有在第一线去每个去参加，但我可以知道呢。其实内容是可以说涵盖非常广的范围的，我们协会也转发过、组织过很多这样的培训，而其中有一部分呢，协会都是有录像、都是有网站在保持链接的，那个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很多很多内容了。然后现在的培训更是多样化，有我们自己在美国举办的，也还有很多是在国内那些通过网络举办的，那个内容真的说丰富多彩。真是丰富的，可以说涵盖方方面面的，很多样很多样化。但可惜我们没有去专门就这个内容课题去做总结，也许以后可以做，继续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下次做的时候可以说哪些方面的培训是最受欢迎的，或者说做了最多的，这个我们可以做些分析，是可以的。好，谢谢你提这个问题。嗯，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啊？有问题，您看后面还有一个。哦，下面这个问题倒是我相信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嗯，我恰好是最近研究过这个中文学校的发展的大概情况。我们可以说大概是有三个高峰了。第一个高峰是在1950年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称它为老侨中文学校。就是华人，美国华人从1848年淘金时候开始，一直前面有几十年基本上没有中文教育，
到1880年前后才开始有华门教育。1886年是第一所中文学校，就旧金山的中华中学校开始。然后到1900年前后，1908-1910年的时候，清朝的官员派到美国来办学校，办了十几所学校。后来啊，到1930年到1940年期间，是当时的华文教育发展的一个小高峰，全美国出现过成百所的中文学校。到40年以后呢，整个中文学校呢又走向下坡路，因为那个学龄儿童过了。可是1950年以后呢，1960年以后呢，台湾来美国的这个留学生增加，华人呢有这个排华法案去废除以后呢，华人移民美国呢也增加。所以到1970年代的时候，中文教育开始大发展，其中很多老侨焕发新春，最多的学校，一所学校有2700学生，有3200学生都发生过。所以第二个高峰呢，是在70年开始到90年这个年代，那个是台湾人为主的中文学校，从台湾来的华裔为主的。那么这一波呢，高峰呢，大概在2000年前后，好像过去了啊。所以现在台湾的繁体字的学校呢，总体的学生是在下降。那我们大陆来的呢，是从89年出现第一所学校，95年开始大发展，那现在呢已经过了20多年，快30年了。刚才我提到过，已经有 50% 左右的学校说他们的高峰出现在2019年之前。那么换句话说，还有一半学校呢还没有出现高峰，就是我们还是处在高峰上面。那么怎么应对呢？好像目前没有很多的办法。我们只能说应运而生，根据需求而发展。那么学生下降呢，那你学生呢可能也只能够从多面化、多样化、多种课程，从这个角度来提供更多的服务。我们没有办法创造新生，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对有需求的进行多方面的来服务。我想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是只能这样来回答啊，我不知道这样回答能不能对你有所参考作用。好，这个盛会长回答是最经典了，他这个反前面已经在我们校长班也讲过，所以他最近做了好多这方面的研究，对吧？经验宝贵。我关注了一下这个发展过程，这也是说关注以后才发现，我们这个整个华文教育界这么多年。要说起来已经100多年华文教育了，我们搞中文学校也搞了30-40年了，还是第一次这样子全方位的来看待我们这个行业，看待我们这个领域。所以希望以后能够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一看，能够看到这个趋势的发展，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比如说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最近几年的美中关系有些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的华文教育会不会有影响？这个影响假如说3年以后5年以后有影响了，你怎么能够确定这是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呢，而不是人员生源变化带来的影响呢？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项目，我相信可以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很多学校都开了非华裔的班级，这个非华裔的班级多和少是不是可以体现出来它跟华裔的人数多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于非华裔的人对中文感兴趣的程度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项目跟踪的话，比如说现在有多少学校在开设了非华裔的班级，5年以后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那个时候非华裔的人数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我相信它反映的不是华裔生源的变化，可能反映的是华人以外美国一般社会的人员对中文感兴趣的程度。那也就是能够侧面的能够折射这个美中关系对于华文教育有没有影响，或者影响有多大，也许能够帮我们看出一些问题来。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啊。你去看这个报告，看到别人做以后啊，你可以看得到，尤其还有那个五个学校的那个个别的谈法，你会看到各种做法，你可能都听说过，但是你不知道哪些做法的人比较多，哪些做法的人比较少。这个当中呢，可能体现的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有些人你想到做的，别人可能已经在做了，也有可能你想到的做过的，别人还没有做的，可以给别人参考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只有相互交流，相互多看看多听听，我们才可能对这个行业了解的更多，你才可能了解的可能更全面，你才能够抬头看路可能看得更清楚。这样子你再回过头来再来对付你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能做出个决定来更加明智的决定，能够做出更加睿智的决定。我想这是我们相互交流，我们来做这个调查也许能够或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好吧，那我们现在就东部的时间，东部的这个同行们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啊，这个周末大周末过来挺不容易的啊。好，就谢谢大家的参与，然后呢鼓励大家去看那个报告的原文啊，报告全文，好不好？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好。就到这里为止，好，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晚安，谢谢，好，大家晚安。